溪头以及日月潭是县内相当知名的两大风景地区，由交通部公路总局以及中华民国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所共同举办的坐巴士去旅行十大精彩路线行程网络票选。日月潭是以33413票，溪头山是以33357票纷纷入选。啊，南投县呢有两条路线来入选哈，一个是这个溪头的线，一个是日月潭的线哈。那首先呢，感谢所有票投支持南投旅行的好朋友哈。那这两条路线呢，当然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呢，都是滩好行行走的一个路线哈。那客人可以很方便的从台中的台铁，还有乌日的高铁呢，搭这个游览公车呢，就直达到溪头跟日月潭，相当的方便哈。为了结合这两条观光路线，官府观光处表示，现在毛溪头到日月潭的大众运输车辆，以后游客会当方便旅游两大知名的观光地区。那县政府为了配合，把这两条路线呢，建构成一个环状动线哦，所以特别也开行了这个溪头跟日月潭之间哈的这个游览公车哦，让客人呢可以在南投县这两个主要据点之间呢哈一进一出呢，相当的方便哈。那这边呢也要欢迎所有的游客到南投来，那也要疫情大家哈来尽量搭乘这个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哈，一方面环保爱地球呢，一方面呢让你的行程呢更轻松，旅游品质更好。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唔但会当方便旅游南投县，咪当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同时咪当帮你省钱，因为每条路线拢有推出丰富的旅游套票，溪头套票会当拍6-9折。日月潭套票更加是拍到500-500折，官府观光处表示，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南投旅游观光。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